要小吴。小吴同意吗？我要小吴。嗯，我感觉还是随机比较好。好，小吴是啊，小吴。Hello， 小吴，我是毛龙一。今天是我第一天来，跟你聊天挺开心的，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吧。去了解一下你，也让你了解一下我。就这样。哎，挺可爱。今天是我第二次留言，我又留给了你。你说你现在可能会比较喜欢开朗一点的人吗？我现在更喜欢活泼、幽默、可以逗我开心的男生。那其实我听到这个，我心里是咯哒一下，觉得哎，完了，就是相当于是委婉的拒绝了我。不是，其实。啊天哪！男生误会了，男生误会了。虽然我并不能说。就是完全说改变我这个性格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表达欲望的。其实我挺能聊的，还会问你一句，你今天开心吗？就这样。可以，还行啊，循序渐进，可以。没问题。首先就是我之前经常问你今天开心吗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希望你每天都开心，然后可以更快的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里面，然后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挺想跟你多聊聊天的，我要看看你多能聊，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直都这么内向。还有啥？在里面吧，我还能忍，反正，哎呀，对，这小子肯定想说，早来这个节目就好了。Hello， 毛毛，我是小吴。其实这两天跟你的相处还是非常愉快的，但是我仔细思考了一下，主要还是因为你长得很帅。你看人眼，有的人眼神就不对啊，怎么有人眼神突然放光了呢？但是感觉跟你接触下来之后，越来越发现你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幼稚一点点。哎呦。然后也更安静。其实我在恋爱里对另一半的话，就会希望他可以来带动我的情绪，主导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件你以前追女生最大胆的事情吗？先不要要求人家嘛。对，要求的话，他追过女生吗？以前他不是说他一直母胎 solo。OK， 就是没有过很大胆的行为，因为经历不是很多，大概就是我给他发一条消息，就是说你喜欢我吗，就大概类似于这种。好大胆 Bro， 跟你说一句话，没有不大胆的男人，只有想不想大胆的男人。怎么了？这个 Bro 来两天比以前20年上的课还多。真的是。是吧？对。他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吗？你好，毛龙一同学，我是即将见面的新伙伴。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子啊？哇哦，还可以这样啊！小吴要被虐了吗？天哪！我是即将见面的新伙伴。你好，刘哲熙同学，我是即将见面的新伙伴，我有一个问题想知道。哦，是他说的。哦，怪不得每个人都收到了两条。每个人都有。就是可以请你对在场女生的好感度从低到高排序，然后依次上前去和他们击掌吗？现在的女生里有你笃定要在一起的人吗？你可以去到她面前，就是帮她整理一下头发吗？哇塞，就
就是在场有你有好感的女生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以和她对视十秒嘛。她是我的妈呀，有问题，但是看她跟弟弟说了什么。就是如果我明天邀约你一起出去玩，你会拒绝吗？我会拒绝。拒绝。我觉得弟弟其实挺可爱的。为什么被表白这么多次，现在还是牡丹一个？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啊，来了！来了！闪亮登场了，他应该是在现场观察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出现，你的小可爱突然出现，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看到。哇哇哇！第一个抽到的就可以先选，新同学来抽吧，好吧。是谁？毛龙一。我要小吴。小吴同意吗？我要小吴。我感觉还是随机比较好。小吴是啊，小吴。哎，好尴尬。这个随机真的是，他肯定是想跟其他男生再接触一下，就感觉很矛盾，就是喜欢的长相和就是不是我喜欢的性格。但是他说了他喜欢外向的，我确实不是很外向。你看这这挺外向的。我确实不是很外向。那个等等，好好好，下一个，孙秀。孙秀，我去这吧。你要请李志豪，我愿意。下一个，小白，小白，邀请你吧，你出去。又愿意去、啊？好嘞。下一个，其实已经锁三对了。周星然，我邀请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哥哥吗？跟哥哥。下一个。确实，林哥。OK。王老师。自己贴。然后他拒绝，他在拒绝我。那还是他跟小吴啊。而且还拒绝一遍。那刚才那个随机真的好尴尬、啊。而且拒绝完随机。就感觉很矛盾。就是喜欢的长相不是我喜欢的性格。喜欢的长相不是喜欢的性格。那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你们